哎呦，他这个庆祥啊，常常对咱啊这尼啊好，啊，佮送遮侪礼物予咱啊，敢讲这个庆祥啊这尼啊好大，伫个外口做出甚物对不起咱啊的代志吗？喂，各位咱女性的观众，你都要注意啊！若是恁老公送你遮侪啊不知名的礼物的时阵，迄可能就是伫外口有偷食的行为哦。庆祥敢有咧偷食，还是大集团在乌白要尔？来。应该关心一下。姐夫，我要的只是你，只是爱情，只是这短短的、纯粹的、美好的时光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。不要说了，小三，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我的生活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每个懂得希望能够看得到你，小三，姐夫，小三，姐夫，啊不对，姐夫，不行，因为人家现在都还没有离婚，所以我还是回非洲去好了。哎，小三，不要走，跟我在一起。小三，不行，姐夫，我觉得只要你们离婚，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的。虽然说我们相爱，不过我们的爱只能在这里。我的心在这里，我怕谁？你知错，姐夫，还是你。离婚啊！小三，还是你离婚好不好？小三，小三，你干嘛不？小三，小三，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不要怕，来啦！那是开笑药啦。那小三那不安怎？你那怎样怕？那三弟还用刀去？你怎样怕什么东西啊？不怕青红皂白？小梅哥，太酷哦！小姐讲的是正经的，你伫个外口乱摸的对象，可是一只猪。娜娜，你莫乱讲好不好？你是小三，又不是猪啦！是小三还是三小？小三，哎呦！我是小三，其实我也是三小了，因为外国人都会跟我说我是三小。哎呀，小三你卖不乱啊，人家在生气了啦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娜娜，好干死！我卖家，你叫我干死！我卖家，你干死！你看这个老头，你还乱摸，你敢这样？你是我的表妹，你讲。你是都是点屁话讲嘛吼！我来改讲了。你改讲。姐姐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哪里比你好，好不好？至少我比你能生啊。小三，你玩哪不？你玩你比我精啊！小三啊，你这潇洒不？你拍拍大人。你快快比我静下咧，爱够有心的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你快点放我掉！你这样够凶的啦！你莫看看嘛，把雕像变安怎？看那无？敢看不出来是哦，啊，这就是两个查某人在抢一个查甫啦。娜娜，我头先正经就甲你讲，甲你提醒啦。恁翁雄雄突然间送你遐侪礼物，这个代表伊在外口有问题嘛？庆祥啊，我想袂到讲你是遮尔啊未见笑的查甫人咧，我外口母子拖互恁某，靠甲遮尔啊艰苦，你啊，哈。别哭啊啦！我对你哪能讲嘛？
我嘛无想要再解释啊。我已经决定啊，娜娜，将我送你礼物害我。啊？小伟，你都讲几遍？我要跟你离婚啦！好，但是你话当留来无？没耶！想袂到真正和这个车车讲到啊呢，这个庆祥啊真好打哦，外口竟然咧饲查某。哦，啊！但一声娜娜受到这款刺激，敢要挡会掉？哇、哦！啊，你这讲起来娜娜嘛真够有够可怜的。庆祥啊，竟然在这时阵提出讲要离婚啦！哇！大伯娜娜要安怎？来，紧甲看落。安那安尼啦，离婚就离婚，安尼变嫁呢啦？什么在变变嫁呢？哎呦，娜娜，你家己就爱看好开啦。啊，亲像这种查甫人呐，讲伊从来就袂这么凊彩，结果一凊彩起来是这样呢？哎，见笑两字，你敢会晓写啊？就是安尼啊。好啊啦，来过来讲。我已经决定啊。我准备跟小三做伙。啊！你，我叫秘书，皮枪枪没啦。啊，比你加啦，警察枪没啦。姐，离婚的条件是因为你未生。哎呦，哇哇！哎呦，加日期哦。我马上。啊！什么时候的？我妈叫我一定要忍耐。我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不会跟你吵，我跟你闹，离婚不可能。哎呦，何娜娜，你真正是勇敢白白上呢。哦，这个查甫人吼，已经无爱你了啦。啊，你即马上定来，就是吼，把条件吼开出来，对。就是吼，甲厝过予你，车过予你，啊财产嘛过予你，对啊，什么啊？啊，恁拢自由啊，恭喜哦，哎呦！恭喜啦，恭喜啦，啊，恭喜啦，自由啦，啊，自由啦，还袂告罪名啊？紧嘞！我袂接，我袂接，我袂接啦，我袂接。娜娜，你不要再孩子气啦，你即马唔紧哦，待只解决吼，无定着恁庆祥在外口吼，除了这个小三。哟。啊，还有小四、小五、小六、小七、小八，小八就没来啊！哎，他等无定着一个小四，就为后壁行出来，你知影无？哎，小姐，你到底要钓，今天是要找谁啦？要找伊咯，啊，金祥！啊，你怎么跑来的啦？等一下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他是谁？他是。我小四啊！哎，你的小三，你的小四啊！李庆祥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找来这一个女生，而且她哪一点比我好？全部比你好！我不要活了啦！我今天还扒了。庆祥，你还说你没有女朋友？啊，她不是女朋友，她是佣人。你还找一个那么丑的？啊！小三，小四，小……娜娜，过去哦，都是一场误会啦，吼！啊，咱哦，拢卖讲嘛，咱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定来啦，定来，定来，这款话你讲讲会出来？我上爱你，真正会当定来，还没当，还没当，我无。那你讲这拆破人的姻缘啊，是七代数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咱唔通做这拆破人姻缘的代志啦。你若做这款代志哦，可能你若转世时阵啊，你会受苦。啊，你若无受苦，你的子孙啊，我哪会受苦？无定着吼，以后变做老孤困的，嘛真可怜哦。啊，不哩个讲到这第三者，我哪真可怜的。以后逐天咧夸蛋夸蛋，啊，这下场嘛是无介外好哩咧吼。所以唔通讲做一款啊破坏人家庭的代志。啊，即马都爱感谢跩吼，即个电视台拢播出即款啥物人妻的即个剧情啦，吼，啥物犀利人妻跩有诶无诶啦，吼，啊，即个外遇啦、出
出轨啦，拽这老根哦，大家嘛看个咧变变，平安咧，啊看个嘛真爽伊个咧，哦，啊今年哦，讲实在啦，是咱这建国一百年。哦，咱政府一个提倡讲啊，爱这个百年好合，百年结婚就对啦。好、哦，感谢政府安尼甲咱呼吁哦。啊，你若讲有时间，啊，边好拄好一个人应应哦。啊，你交往真久啊，无你就哈参考看卖啊。今年这个百年好合节，百年结婚，抓共襄盛举节啦。哦，啊，落尾，我来感谢咱的国友伙，感谢咱的这个好礼，感谢恁的协助嘿。好啦。啊，咱的夜市人生，后回才来见面。努力，大家哈，爱注意哦，家和万事兴，拜拜。